林哥，你能好好坐着不？哎，天哥，你这怎么弄的呀？这么严重？你天哥，我命苦，被老婆打的。老婆，他不是出差了吗？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你让人抓现行了。是啊。小妹妹，这里是平安卡。不用了，谢谢啊。哎，很灵的，很灵的。带一个吧。多少钱呢？我们出家人不谈钱，谈缘。什么缘？50元。哎呦我的妈！很灵的。就这破玩意儿，你管我要50元？可以保平安的。我去你大爷的吧！不是，你保平安干啥呀？哎哎。